起步跳出嚟最快啦，開邊我當快少少，黃色寶嘅好運寶區啊，咁啊裏邊係咁騎咧就連連快啦。紅色寶嘅匹馬少少就高分馬嘅幹細胞都跑上嚟噶啦。好啦，啱啱跑得200米咧，過不呢個800米段處咧，前面出咗嚟先咧，見到係中間嗰匹咧係幹細胞啦。開邊我當就係黃色寶嘅好運寶區啊，反而一路騎一路褪咧，嗰匹係粉藍寶嗰匹咧連連快嚟噶，依家代咗成3、4嘅馬位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呢個400米啊，最後直路啦。單騎放量就幹細胞，再嚟兩個馬後邊咧，第二位伏住咧就係好運寶區啦。與其吞咁啊，呢度咧都有成5、6個馬位喺第三位咧，就連連快嚟啊，都冇乜反應嘅啊。好啦，轉入最後直路咗300米路程啊，走中檔好爽咧，就幹細胞啦，撳翻住先。咁啊，兩個馬位後邊咧一路耷低頭係咁騎好運寶區，暫時唔入鏡，不過連連快嚟嘅，遠落後啦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100米到終點啦。越放越順就係幹細胞呢度咧，眼見都係拋離後邊嗰匹馬咧，成6、7個馬位嘅過終點啦。贏第一組試集就係幹細胞跑第二名好運寶區，第三名就連連快。